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欢迎收看《黄金年华之斗歌竞艺》，乐龄有活力。哇，今天看到好多新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，先来我们欢迎他们。首先，让我们来欢迎的是 MWS 的颂恩活跃乐龄中心杨龙东的朋友。接下来是四美百人中心的朋友，欢迎你们。还有文理活跃乐龄委员会的朋友们，欢迎。今天是新系列的开始，是黄金舞台又迎来了24位新的学员，在这里追逐他们的梦想。是斌哥，我听说呢，当中有一位是漂洋过海过来的哦。他是坐船来的吗？是来追梦的。OK， 那我也听说有一位毅力十足，试音4-5次都不进，这一次终于来了。哇，你一听就知道我们的这些朋友为了要来参加我们的比赛，可以说是付出了很多的呢。说到学们的这个梦想付出，当然少不了我们的导师，我们请导师们出场。好，首先呢，让我们来欢迎的是夏日之声队的夏慧导师。满面春风，好，因为呢，老师的团队又出了一个冠军歌手。接下来是千方百计队的方中化导师，也是满面春风。接下来是杰出非凡队的林俊杰导师。新系列也有新的导师，我们欢迎展翅飞翔队的云翔导师。欢迎他。在上个系列呢，他可以说是拔刀相助哦，意气相挺，接下了心灵老师的八面玲珑队。那现在这次正式成为我们的导师，应该已经是得心应手了吧？会了，已经慢慢适应这样的场面了，已经也谢谢三位导师一直对我的鼓励跟支持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那希望我的学生能在新的系列里面哦展翅飞翔，圆了他们的梦想。夏慧导师，夏日之声队连续3连冠，就是这一次，你可以不可以不要那么强，让一让他们？可以让就让吧，哈。但是我是重新出发，平常心，从头开始。好的，那我们的这个千方百计队方老师，上一季的亚军跟季军是出自你的团队，也不差啊。对，三个进，两个前面。差一点点，对对，所以用命去拼和输给命好。加油了，好不好？所有的老师们，是那我相信四位导师都会尽心尽力的去教导学们，辛苦你们了。是的，那我相信你们应该呢也是迫不及待想要来见见你们的新的孩子们、新学员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请导师们先就坐，很快的呢我们就要开始今天初赛的环节了。初赛呢，一共有6场，24位学员会通过抽签的方式被归纳入4个导师的团队当中。在比赛开始之前呢，先让我们来邀请2022年第二季的冠军上场来为我们表演。欢迎霸气十足的许耀元带来《给自己的歌》。想得却不可得，你奈人生何？该舍的舍不得，自顾着跟往事瞎扯。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，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。不过是一场高烧，思念是紧跟着的跑不了的壳，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，恨意在夜里翻墙，是空空荡荡就嗡嗡作响，谁在你心里放冷枪？
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，感觉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。往事并不如烟，是的，在爱里念旧不算美的，可惜恋爱不想写歌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。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？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，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份了，没见过分酒的喝。想浓情远味，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呢？他的爱在心里埋葬了，磨平了，几年了，仍有余味，不能原谅，无法阻挡，爱意在夜里翻墙，是空空荡荡，是嗡嗡作响，谁在你心里放冷枪？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，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。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。想得却不可得，你奈人生何？想得却不可得，情爱里无知者。哎，耀元是我们黄金年华的冠军啊！得了冠军之后，会不会很多邀约请你去表演啊？对你的生活有起了怎么样的改变呢？是有很多邀约，但是一般上我都因为生意上太过忙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出席，都婉拒。那我知道你今天特别选唱这首歌是有意义的哦。主要是跟来参赛的学员们说明要选适合自己唱的歌。对，因为今天这首歌我相信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说也是属于比较不熟悉的，可是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是适合自己的歌，你就唱起来就信心满满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一个比较说唱的，就是讲自己的一些过往的事迹。那我听说呢，就是来参加歌唱比赛之后，你在你的餐厅里面还特别加了 KTV 房。是的，因为我不是赢了一个 KTV 系统嘛，是就把这系统给装上去。那你的冠军奖杯有没有放在那边？我会放在那边。哦，也会告诉人家俺是冠军。好，那今天呢请你来到节目当中，当然就是要给我们一些新人一些指点了，好不好？接下来还有劳你了。是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请就坐。斌哥啊，今天第一位参赛者呢，就是要来证明自己的。哎，他通过试音一定有实力啊，怎么还要证明呢？
哦，他是要证明自己这十几年来啊歌唱的一个进步，你知道吗？他今天就要带来呢他人生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的参赛歌曲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位歌手许仲彦带来的999朵玫瑰。往事如风，痴心只是难懂，借酒相送，送不走身影朦胧，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，人世间你独自笑珍重，夜风已冷，回想前尘如梦，今夕心动，怎堪相思不相逢，难舍心痛，难舍情意如风，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，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999朵玫瑰，花都凋谢，人已憔悴，千梦万事已随花事湮灭。夜风已冷，回想前尘如梦，心事冰冻，怎堪相思不相逢，难舍心痛，难舍情意如风，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，我早已为999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999朵玫瑰，花都凋谢，人已憔悴，千梦万事已随花事湮灭，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999朵玫瑰，花都凋谢，人已憔悴，千梦万事已随花事湮灭。往事如风，痴心只是难懂，借酒相送，送不走身影朦胧，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，人世间你独自照片中。哎，我们知道许仲彦先生是个退休人士，那什么时候开始爱唱歌呢？大概20年前，哇，开始学，所以经常去比赛吗？没有了。哦，所以也就是说，你人生的第一首参赛歌曲就是这一首啊？对对。哦，那今天你觉得自己有没有进步呢？还是太紧张。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想要鼓起勇气来参加我们的歌唱比赛？毕竟您今年已经67岁了，50岁就可以参加，为什么等到今天呢？
以前上班没时间没空啊，工作嘛。所以你刚刚退休？刚刚退休了。现在有时间了，好，可以好好玩玩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来听听看你的学长耀元学长，觉得你今天唱的如何？有什么可以分享的？中叶你好，这刚才在休息室里面有跟你交谈过，原来你是来自香港的，所以咬字方面呢是有一点带着香港音啊。对对。整体上好吗？整体上是非常好了。另外就是嘴型呢，那方面嘴巴可以开大一点。嘴巴要开大就要去夏日之声队。因为我们的夏慧老师很会教大家，里面塞乒乓啊、鱼丸啊，还是苹果 OK 啊，所以咬字是不太清楚，经过教导我相信会更突出你个人的特色了啊。然后尤其副歌的时候呢，你能够再加强一下你的歌词内容的情绪，把它表达出来的话会更好。谢谢。 OK， 我讲优点，他声音很好听，很轻，我觉得你第二遍唱得很好。那至于咬字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你的情绪影响到吧，那看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训练你。 OK， 谢谢。我觉得你在选择音乐或者是歌曲那个伴奏不要太重，刚才那一个音乐伴奏我觉得它非常重，它有点把你的那个美的声音给盖掉了。所以你这种柔美的声音的话，我觉得有一些歌曲特别是那个音乐啊，不要太重或者是太繁琐的时候，你的声音会更容易的出来感动人，好不好？加油。谢谢。没关系了，因为这个阶段没有导师指引，对，他们都是白纸，是，对不对？随便挑个伴奏带啊。是。好，接下来方老师。我觉得随缘刚刚开始心理建设很重要，我觉得你出来往事如梦，往事如梦，一直好像不对，那个歌词就24打了。往事如风，痴心只是难懂，借酒相送，送不走身影朦胧。其实歌怎么唱，音乐怎么选，都是我们老师的责任，最重要的心理建设一定要稳，所以你一定要准备好，然后你心情服装歌曲全部都要配合，这是我最擅长的。如果落在我手里，你就会出神入化，你的老师叫方中华。谢谢。才第一个就已经开始抢学员了，方老师。好，我们就来期待你到底会落在哪一位导师手上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 OK， 谢谢你。 OK， 小英，哎，你说追求梦想有没有个年龄的限制？我觉得在不同的年龄啊，都会有不同的梦想，所以呢，应该没有年龄的限制。就好像我们这个黄金舞台，就是让我们的乐龄朋友来追梦的啊，对不对？说得好。接下来这位参赛者呢，就是我们所有男参赛者当中最年长的，73岁的陈文才，带来的歌曲是《总有一天等到你》。
钟情呀，你终于你不跑来我不去，山也不能分，海也不能离，我终有一天等到不容易，我钟情呀，你钟意，你不跑来我不去，山也不能分，海也不能离，我终有一天等到。这位是我们男参赛者当中最年长的陈文才啊，我有个朋友叫马文才啊，真的，他跟我抢我的女朋友祝英台，跟你开个玩笑啊，我见过你啊，歌唱比赛的这个老将，偶尔啦，有时候这是什么偶尔？你坦白说，你参加过几场比赛？有了20-30场，有了，这个叫偶尔。20-30场还叫偶尔？是这样的吗？自己高兴，有时候是朋友 是朋友有时候叫我们去比赛，他帮忙报名，我们就去。有时候朋友的推动啊，推动，所以就推动推动一下，哎，参加了20-30场的比赛，对，累积了不少经验哈。我看你也是蛮稳的，还可以啦，没有你这么稳了、啊。哇，你倒挺可爱的哈、哦。我主持了15年还不稳，我还是人吗？我觉得文才大哥很可爱。这是你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吗？不是了，2018年有来过，有来过了。是这次回来有什么目标吗？要走到目标最好是能够闯入大决赛喽。哎，给他鼓励一下啊！好，我们希望你能够在我们的导师们的加持之下呢，你能够一直闯关，好不好？嗯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先听听看呢，我们的学长耀元大哥觉得你今天唱的如何？文才大哥你好，你说了你的声音是很厚实的，但是感觉你还是紧张了，所以在某些地方有抢拍了，以后放松一点就可以了。嗯，好的，好的。文才大哥其实可以唱，不过我觉得你很急促啊，尤其是唱到我终有一天等到你，最后每次会换错歌这样哦，那个歌词是。你叫来一只鸡还是一只鸡？你是叫来我是鸡还是？你是叫来我是鸡。我是叫来你是鸡，我们俩分开不容易。咬字的那个的流程要再控制一些，谢谢。文才对声音蛮亮的，当然只有咬字方面呢。刚刚我们一直在研究到底是叫来还是鸡来啊？但是，其实，在教学里面是常常有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所以看看有没有缘分。他在也蛮有趣的，会把课室的那些气氛炒热。哦，文才，我觉得好像你是冷面笑匠，是不是？就是开玩笑的时候你不笑，然后全场笑的那一种，是不是？嗯，好。他不用讲话，我们都笑了。你看，都笑是不是、嗯、？OK， 我觉得我刚才在听你表演的时候，我有感觉到你是做了很多功课的，然后真的是整首歌都有准备。我是觉得可能是怎么唱的功课做多了，唱了有点硬邦邦的，一块一块的。我们在唱歌，除了把那个歌唱好啊，你的歌词的意思、那个意境，
他在表达什么。我觉得那一个就是我觉得你还没有放心思去做的。每个人说的 feeling 感觉还是非常重要的，要做一点功课的，好不好？加油。嗯 ，OK， 谢谢。哎，所以反而是我想他的咬字很清楚了，可是后来我就写的太过清楚到你的咬字有点扁，这个字你可能特别的强调，或者你可能知道这个字因为是说你唱的不够好的话，所以反而你在唱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会很刻意的去咬它，所以变成它不大的顺啊。但是整体上我觉得我们都认为啊，你的音质你的这首歌你唱的都很好啊，所以的话你放心，我上一届有一个七十多岁的也进到决赛，没问题的，相信我。OK， 谢谢，是的，谢谢老师。有信心吗？你对自己有信心吗？有了，当然有信心了。对自己没有信心就不会来了嘛。哈，对。OK， 好，我们觉得他自己说有信心，我们相信他会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是，好，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。小英啊，接下来登场的是72岁的李友孙，他是毅力十足啊。是啊，我听说他从5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来参加我们的试音活动，这一次他终于被录取了。是10多年的努力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听听他带来的歌曲《美酒加咖啡》。再一杯。
听说李友孙先生这十多年来黄金年华他来试音了五六次都不进，这次终于进了，为什么会这么坚持？因为我很热爱歌唱，所以我觉得有一天我一定会成功。哇，非常好，谢谢。永不言弃，对不对？就是不放弃。是，你看这一天你已经站在黄金舞台。谢谢。是，就是因为你自己不放弃啊。开心吗？开心，非常开心。所以你这次来有没有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？希望能够闯进大决赛咯。我第一次参加就有这样的决心。对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希望呢，接下来会有老师的教导，能够帮助你达成这样子的一个愿望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可以。好，希望可以跟他们学习很多东西。友孙大哥，我觉得你唱的已经很好了，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啦，好像第一句美酒加咖啡，你到飞的地方已经是很弱了，声音已经很弱了。还有就是你拿麦的那个手，你用左手拿的时候，你的拇指是盖着的，右手拿就没问题。好，所以以后你左手拿麦，你看你已经把这上面这边已经盖掉了一点，哎，拿下去一点，对对对 对, 对, 对，要不然会影响收音哦。好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听听看这个 JJ 老师的点评。我第一个就看那个名字哦，友孙哦，一开始就从爸爸妈妈给你的那个期望就是这么大的友孙，现在友孙了吗？三个、啊，我们说一个人有福气啊，所以你的那个脸是福相，很和蔼可亲的那种爷爷那种样子的。我觉得你的声音是很美的，然后又可以滑音，其实这个技巧你都做得到。而在气息上面的话，我就要练气一下了。所以我觉得你吸气很浅，然后很腼腆，叫你应该讲话的时候也是好像吸你的气只吸了一口，吸一口浅浅的，然后我觉得不够去撑比较长的，或者是可能歌曲上面的，我觉得不要选太慢，同一首歌的话，如果你刚才那首歌它那个节奏走到美酒加咖啡，就是直接同一句稍微快一点点的节奏给它，美酒加咖啡，给它再短点的时间唱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不会那么压力要拉这么长，就把你原本就已经很好的东西带出来，好不好？加油。哎，友孙，哎，我觉得你唱歌相当的深情款款，你很用心的去唱它，但是有时你放了感情了之后，你好像会把拍子给拖慢去了。我要杯酒加咖啡，一杯再一杯，拉的太多了，拍子出来了。如果说你的音质再配上你的拍子很准的话，你将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歌手。接下来比赛的时候，我觉得拍子方面你多留意吧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如果是说要让你有流畅度的话，多学一些比较轻快一点的歌，让你有那个产生那个节奏感。我们有一个环节是不唱慢歌，是快歌，所以如果是一直这样子拖的话，很可能在快歌方面就会有点吃亏，所以要多一点点节奏感的认识。对，我觉得其实讲话就没有气息不是很好，不过你唱歌很从容，我觉得美酒家，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像那种以前的豆哥金鱼那种旧唱片的声音。你的优点啊，就是你有舞台的那种音乐声音的表情，不过一旦唱完歌之后，你的样子看起来就很紧张，真的是要练一些快节奏的歌，因为你说要去到大决赛是吗？所以快歌一定要会唱哦，快也不可以太快，慢也不能太慢，那个感觉，所以律感很重要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全部有收到哦。是，要参加比赛不容易哦。啊，对对对，要努力。是要加倍努力，加倍努力。对，到时候呢，有了老师的指导，你就全部要吸收，好不好？一定一定，谢谢。加油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最后一位登场的也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，非常有恒心。是，我知道。
他可是呢带着他的歌曲漂洋过海来这边呢唱给大家听，的确是不容易哦。好好欣赏福一明带来的这首《又是细雨》。这细雨使我又想起你，已是落叶的秋季，我却不觉得寒意，静静地等下去。我知道你不是无情义，只是悲欢尽所避，不得已不得已，我俩才分离，请你请你不要自暴自弃，快回到我怀抱里。这细雨使我又想起你，已是落叶的秋季，我却不觉得寒意，静静地等下去。我知道你不是无情义，只是悲欢尽所避，不得已不得已，我俩才分离，请你请你不要自暴自弃，快回到我怀抱里。我知道你不是无情义，只是悲欢尽所避，不得已不得已，我俩才分离，请你请你不要自暴自弃，快回到我怀抱里。这位漂洋过海来自印尼巴淡岛的福一明是2017年有参赛过，而且止步于复赛，所以这是第二次回到黄金舞台了。心情还会紧张吗？不紧张是假的。平时是怎么练歌？平时是在家里乱唱这样，有时候洗澡的时候就乱唱这样。刚才也是乱唱啊？应该是吧，还可以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听听看你乱唱之后呢，学长觉得怎么样？来，耀元大哥。一鸣你好，你的音准跟节拍已经是做到了极致了，非常好。谢谢。来，云翔老师，
你觉得要调教他的话，你会从哪里下手？我有时发觉他提慢的时候，对，很突然间，所以好像你不大习惯跟你的战友并肩作战。好，你只要开口唱的时候，你才会突然间拿上来。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你的拍子算得不够稳啊，也会影响你的情绪。好，啊，一鸣乱乱唱唱得很好，可是乱乱唱看起来就会很乱。我们一定会要求你的表演呢，看看看，减少一点点动作，这边拉这个少一点点。快回到我怀抱里，我们叫你不要动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好像唱不出，所以今天回去就可以试着了。你回去躺下来，整个身体不要动，可是你的话筒呢定着，只是整个身体用力，要有一点感觉好像拿话筒。你在唱的时候，你习惯不需要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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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可以把那个歌唱到好像刚才那么好的话，那就是非常好了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加油。谢谢谢谢呀，是不错，他的声音很特别有力，那个表情跟你的歌词都有达到那个效果，只是真的是不要乱动，我看到我都头昏了。有好的声音必须要有稳重的仪态，好，加油哈。是，好了，开始学习，不要动了，不要动那个话筒，拿住啊，不要动不要动，开始。还有他又在拉袖子。好，方老师，对，以后要穿短袖的，不可以穿长袖。可以穿短袖吗？其实我觉得你是四位里面唱的最好的一个。其实想起我的亚军陈福，他其实来的时候也是像你这样乱动乱动这样，后来他动得非常有气势，非常有气场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是蛮喜欢多动儿的，我是要调着他们适当的动作，我觉得才是最重要，因为歌声是非常好，就是在自信上面跟肢体语言上面，可能有名师指点的话，就会出高徒，理解吗？谢谢，谢谢老师。啊，方老师又话有玄机了哈。是，那现在呢，就到了要抽签来进行我们导师组队这个环节了。那到底会配对出怎么样的组合呢？让我们先来看看大屏幕。来，请看。好，您看到我们大屏幕上面呢有一二三四四个数字，那我们学员们呢将会按照他们的出场顺序呢去选择心仪的数字。数字的背后出现哪一位导师的照片的话，学员便是那位导师的团员了。那祝大家好运哦。现在我们就先请仲彦大哥来选择你心仪的号码。三号。好，来，三号，请看，他就是千方百计队的方中化老师。好，接下来文才大哥，轮你了。好，我选一号。一号，那是夏慧老师。我都说你应该是夏慧老师那一队的。到有孙，有孙几号？二号。二号，请看，他就是 JJ 老师。好，你纳入了杰出非凡队。那不好意思啦，我们的一鸣大哥，你没得选了，四号都一样，我们也要看一看好不好。来，请看云翔老师，是展翅飞翔队。恭喜四位学员成功入队，黄金舞台的征途就此开始。许仲彦加入方中化导师的千方百计队，陈文才加入夏慧导师的夏日之声队，李友孙加入林俊杰导师的杰出非凡队，福一鸣加入云翔导师的展翅飞翔队。好的，那我们要恭喜我们的四位学员呢，今天跟我们的导师配对成功。是的，在这里要谢谢学长许耀元，辛苦了。同时呢，也要谢谢我们的四位导师，谢谢老师们。从下个星期开始，我们陆续还有20位学员要站在黄金舞台上面呢，来继续亮相，与导师们完成配对的。是的，下周同样时间同样频道继续支持黄金年华之斗歌竞艺，乐龄有活力。
有四位姐姐为大家一展歌喉，有声量，但是没有好的共鸣。晚风中，还要去练唐诗啊，去念宋词的。OK， 老公听到哈、哦，老公，请你在回家的时候跟他讲啊 A E O U。这个系列比赛完，老公要变成老公公了。黄金年华之斗歌竞艺，星期五下午3:30，8频道与 V Watch 同步观看。